那是上次，这次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了。据我所知，蓝海现在深陷海外危机，新来的那位庄大小姐有没有能力掌控整个蓝海集团都难说，更何况哪有精力扶持你的设计。林先生，你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小小的蓝海集团，而是设计界的国际大奖吧。蓝海现在给不了你的，只有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48小时之内，请答复我。48小时，蓝海一星选股东大会结束的时候，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好像有什么大会议，那岂不是大老板、大大老板什么的都得来？不行，我也打起精神来。那个小丫头自不量力，还想从你手上把蓝海集团总裁的位置抢走，真的是痴心妄想啊！看看他们这些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集团被他们搞成什么样子了？就算庄大小姐真的来了，恐怕也难逃他们的算计。对啊，蓝海一星只怕不得好了。哎呀，这老董事长也是太草率了。居然把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就托付给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，他们就是因为她是前庄大小姐的亲生女儿。亲生女儿怎么着？十几年没在国内，又没有任何产业经营经验，让她来当我们蓝海集团的总裁，怕是将我们蓝海集团往海里塞吧？你可别这么说啊！等会儿她人来了，你人来了怎么着？人来了我也这么说，这蓝海集团总裁的位置。等一下，大小姐是要坐这个位置吗？大小姐可要知道，这个位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坐的。她不能坐，你来。这个位置当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。但身为老董事长亲口任免的蓝海集团继承人，庄大小姐坐这个位置理所当然。我们当然知道大小姐是我们老董事长亲自任命的，可现在蓝海集团正处于海外巨额债券的重大危机当中，对于一个毫无商业经营经验的人来说，庄大小姐能带着集团度过这个危机吗？如果可以力挽集团于危难之中，理应可以坐这个位子。但是大小姐如果只想坐个江山，却没办法帮助各位股东守住这个江山，那么这个位置恐怕大家也没办法答应吧。啊，你看看，才刚刚开始就给他下马威了。新城，
我今天既然回到庄家，那我自然是有胆坐这个位置。我今天既然敢坐这个位子，那我自然是有信心带着蓝海一星克服重重难关。也请各位蓝海集团的股东们放心，从今天起我会替大家守住蓝海一星，同时我身边这位严先生也会跟我一起进入集团，我们将会一起齐心协力带着蓝海一星重回行业巅峰。